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队友啊，就是开局招鬼，然后没有溜起来秒倒了，接着就直接挂机了呀。也不知道是不想玩了，还是因为手机卡或者没电了啊。你们来看看这个小女孩吧，开局招鬼了，然后被我轻松拿捏啊，差不多属于秒倒了吧。接着小作家过来救人啊，这波小作家救人还是非常完美的呀，极限卡办这些小女孩。如果认真打的话，这一把最少平局还是有机会的。但你们看小女孩，她直接挂机了呀，一旁的小说家瞬间懵逼了呀，这什么情况呀？我辛辛苦苦把你救下，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吗？她心情瞬间就不美丽了呀。作为监管，我也是替小说家感到不值，所以我就决定让她休息一下，坐椅子上休息才是最好的呀。接着昆虫学者也来救人了，这个时候小女孩动了，但我觉得应该只是被人机掌控了而已啊，并不是她真的回来了呀。那小说家飞天之后，果然过了不久啊，小女孩就直接掉线了呀。对于这种行为啊，我特别为她的队友感到不值呀，所以我最后决定服了他们两个，直接投降给了平局啊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挽留啊三个伤了心的人啊。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吗？你们在游戏中啊有没有遇到这种队友呢？可以在视频下面说一说啊。